弟弟，你要喂这只羊哦。嗯。好。你帮我拿着，你不要给弟弟。姐姐叫我保护好他的饲料，因为他可能有东西要喂吧。姐姐，你要喂什么？不见马，跑走干嘛？不就是马而已吗？马过来了，路过一下，它卡住我，哎呀，好胖！姐姐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我是小 baby。小 baby 养哦，很难找吧？这里没有啊。弟弟上来吧。陈小丽，她怀孕了。她吃比较饱。